Hello， 我现在在小巨蛋的月台，我准备要去小巨蛋的 IKEA。我们要去，我跟我同学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现在要做的产品设计的市场上现有的东西。我们的第二案子就是老师没有定任何题目，就是看你要做什么。原本是说要从第一个案子延伸，就我们第一个是做那个电竞机壳，可是我们后来都觉得就是很硬，就是很难延伸啦，所以我们后来就从我们是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就决定做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台科就是老师会很盯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他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吗，还是我们自己觉得他是问题而已，就是他很注重这一点，就是要我们去做很多问卷调查、市场调查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还不错，就这是台科还蛮跟别的学校不一样的点，只不过就是在跟老师争辩的过程，就是我觉得还蛮辛苦的。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台科是这么好的一个学校，我觉得。今天是暌违已久的好天气，前几天已经下了大概有快一个礼拜的雨吧，今天终于是好天气。然后这个就是我的 partner， 哇，就是我的爱人。我们现在要去就是逛那个两个人的小 IKEA 生活，我们要新小窝了，哦，好 sweet， 好酸吧。小巨蛋在这，哎，这里对，好久没来小巨蛋了。我会来小巨蛋上次的原因是因为来看 UBA 球赛，所以我是一个 UBA 的小球迷，大球迷了吧。今天是礼拜二，我们彩色课在礼拜二，那现在就是在等老师的讨论，老师现在在旁边跟其他同学讨论，我们等一下要拿我们这个礼拜的 sketch 进度。那我们这礼拜画了蛮多组的，这是我 partner， 我这礼拜负责想的是结构方面，那他想的是一些就是不同的衣物要用什么样的造型去收纳这样。那结构方面我都想了大概3到14种，大概就是像我们今天画这种 sketch 跟老师讨论这样。那就画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那其实我现在蛮害怕大家被老师退货的，老师有时候会蛮刁钻一些东西。那像他画的就是一些比较就是假如我们今天要收毛衣或是收围巾的话，要怎么样收纳这样子，就是有想了一些小结构，也是比较结构这样。那我们这个大概算想蛮多东西的啦，希望跟老师讨论的时候可以顺利。那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赶进度，所以现在教室很空，像老师在那边，老师是那个蓝色衣服那个，他现在跟另外一组朋友不是朋友同学谈论，然后看我们那边都是空的，大家好像都在工作室，就是赶进度这样。
你好，我不知道这个这边吗？这边，你好。比汉娜还恐怖，设计界的同学都怪怪的，超怪。你看我们的汉娜。我觉得有推招。那我们顺便来看看这一组同学在干嘛好了。这是我的主人，你们这一次展示在做，在做化妆品，是要做什么样化妆？是要做什么化妆？让每个女人都可以变得很美化妆。没错。然后他们说他们的东西有商业机密，那我就不访问他们了。Hello。嘿。我要说你们最需要做什么？关于庙的积木，嗯，我觉得传统的庙宇，台湾传统庙宇，然后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比如斗拱啊，一些很特别庙宇的元素去盖成一个积木，主要是让小朋友了解台湾的文化。那我们这礼拜，我负责想的是就是结构问题，那我有想了大概四种。啊，我就说，其实你们应该是有一个主结构，然后就思考里面，然后你们有一些的话，反而跟你去选讲，我一直要怎么放这种。好，那你就可以放在这里。谢谢哦。那我们发看出来提案跟模型的一个测试。好。好哎，来跟你讲话啊！什么东西？他耳朵拍的不错。你耳朵怎么了？耳朵都五月天了。你耳朵没有，我的耳朵只有这个。准备考试，一堆人看你，我真的是好神奇。真的是长得帅就行。你这样啊？你这样啊？各位同学。你好黑哦，我看。你超黑，你又成功在一起这么黑啊？天亮了吧？超黑，你好黑哦。Hello， 我们现在在做彩色的草模。然后呢，我们从买完材料到现在，已经做了大概三四个小时了。没想到会做这么久。我们要做就是三种东西的草模，我们想出了三种结构，然后我们要测试。那我们现在在割飞机木，那不知道会做到几点才会回家，有点劳累。I'm on my own, broken alone. I feel the rain crashing down. All around this empty town, I'm searching for the lost and found. But you don't care, you're unaware. Keep moving like the scars. 晚上九点，我们呢，终于做了一个还算满意的草莓。做了超久，那个可以。那还有很多别的啊，这个我们做了很多材质的测试版。啊，我大胆进，大胆进。对啊，我们做很多材质，好累哦，好累。今天是久违的，就是在十点前离开学校。平常我在学校都会待到超晚的，可能就十点多的时候才会离开。而且今天还是礼拜六，我最近真的是每一天都去学校，平常只有三天有课，但是昨天礼拜五，今天礼拜六，然后我都去学校，就是真的超爱笑，没办法，最近要赶那个草模，那就赶快回家了，拜拜。